这样。辣条吗？他们真的狂买辣条。安琪、于书欣、赵小棠和许佳琪这四个人。好喜欢安琪，我不行了，我好喜欢安琪。我觉得这个发型我觉得很适合她呀。剪刀手预言，我竟然在预言的这个腮红我看到有点喜欢。哎，我今天晚上有点想找那个预言剪头发啊。K.O.